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大家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、全日安，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。咁好多谢大家支持，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手，点赞、订阅同分享。睇一睇订阅状况，芒向边出一部正向部嘥冷气，咁同埋主持人嘅个人频道，未订阅咧就订阅翻啦。当然系嗱，有样嘢真系要大家帮下手，就系啲即系同香港议题有关嗰啲节录。如果你覺得啱聽嘅，真係傳出去，點解呢？嗱，而家即係我睇到嗰啲節錄，佢下面咧就好多人推訂，啊，即係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啲負評嘅比例好高。咁嗱，但係咧，我要提醒翻大家一樣嘢，就係啲節錄咧，其實我係讀咗好多大家嘅心聲嘅，起碼咧個節目內容咧有一半啊。都是大家的心声来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心声要被其他人听到，那就麻烦帮下手了，就是将那些节录传出去。那呢很多那些跟施政报告有关的节录呢都摆返在魔幻编辑部了。那正向部都有的，但是有几节呢我分开了两边都有制的。那方便大家呢就即是传出去啦。那希望大家是真的帮下手，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们那个传播力量很犀利，你现在看到的有些媒体就即是找很多一些写手去不断唱好的，其实大家是看到的，不断唱好。那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好，大家心中有数，大家是真正去感受现在住着的香港究竟是发生的什么事，你自己感受得到的。如果即是你感受得到是很大镬，还有一大班人跟你说什么事都没有。啊，即是而家嗰个情况呢，你要记得喎，唔係疫情期间，唔係黑暴期间，而家係过晒呢两样嘢。呢两样嘢过晒呢，能够做得到嘅嘢呢就应该技术上呢係多好多嘅。同埋呢唔係单单就咁见到有问题砰一声解决就係、是、做咗嘢。大家好多人都係喺香港住都会见到有呢个问题，而家就係、是、有人提出话有问题砰一声解决咗。咁其实系咪真系解决咗？唔系，每一次咧都系整啲咩委员会出嚟研究，就当解决咗。咁其实有啲嘢系嘥狗气嘅，你嗰啲委员会变咗又系一大堆肥缺，即系你一大堆肥缺，结果又系基本上咧就制造一班特权阶层咧喺一般人头上拉屎嘅啫。即系咁样啱唔啱数？其实大家知道唔啱数，咁唔啱数嘅嘢，喂系要出声嘅。嗱，即系你话哦，佢哋听唔到噶啦，由得佢啦，点啊？系咪都要试一试？即系我认为大家都要试一试啊。咁 JoJo 呢就话现实系残酷嘅，太多人唔想醒咁。嗱，即系好老实讲，有啲嘢做唔到落去嘅，因为如果睇到好简单嘅啫 ，view 数太低，负评太多，其实有啲人系想我冇办法继续做落去嘅，即系尤其是系讲呢啲话题入边。大家都睇到好多嘢唔妥，而特区政府呢係仲係将国安摆喺第一位，其他嘢係唔理，即係发展嘅嘢佢唔係好理嘅。其实你留意一下，即係香港一般人之后有咩发展佢係唔理。咁其实已经係奶晒嘢㗎啦，即係好似丁丁咁讲，香港啲政棍有啲咁嘅政棍喺度呢已经係奶晒嘢。係呀，係奶晒嘢，不过他们可以恶得几耐呢就视乎大家的，其实是。即是我再讲多次，因为其实这样东西就是你要视乎大家肯不肯帮手。这样东西是肯不肯将自己的声音传出去。不用你们自己讲，是最多就传出去的啫。那极端 PPS 黑员又说是市民给他们解决了。他最容易的做法就是他每一次单独解决一个问题，这个其实我在节目那里有讲到。你提出一个问题，哦，你有问题我帮你解决。但是个解决 的答案是解决不到的件事的。即举个例子，啲人失业，我哋去大湾区找机会。大湾区找机会之后，啲老板就跟特区政府说，哦，现在我请不到人，哦，我帮你抢人才。核心的问题一直都不解决呢，你香港这个地方就很快就死的。咁係大家睇得到啊！嗱，香港会剩返啲咩人呢？嗱，而家我做一个简单嘅前瞻，如果大家唔出声，
香港最後就剩翻啲佢哋坐以待斃嗰啲政棍啦，啊，同埋佢哋政棍後邊都係肥仔嘅，即係大有錢佬啦，啊，即係唔係個而家未必係最大嗰啲有錢佬嚟喎，嗰啲係嗰啲可能係而家趁呢個局面去壯大自己力量嘅有錢人。你睇得到係嘅，佢哋即係好簡單，佢哋就食埋你啲中小微企做嘅嘢。而家有好多已經係咁，你睇到嘅，因為啲政策係就啲大少少嘅企業，即係你唔係大少少咧，你都請唔到外勞啦。你中小微企即係都請唔到外勞，同埋中小微企一直都係出啲比較合理嘅人工去請人嘅。即係除咗有一部分好衰格嘅中小微企老闆。啊，咁佢哋冇辦法喎，佢哋大條道理喎，佢哋話我要生存，我梗係要衰格過人啦。咁有啲人係咁嘅，啊，咁但係我知道有啲網友就做得好慘噶啦，即係做好多行業都係基本上好難做。喂，其實有啲嘢咧係好明顯咧，就係向善良嘅人開刀，就係佢就恰你善良嘅人唔出聲，同埋咧係冇一個媒體幫佢哋發聲。大家是見得到這件事，你看看現在那些大的媒體是都是有權有勢的人控制的，他們做什麼事都是唯唯唯。現在早早就說剩下同流合污的人或者混水摸魚的人，退休的人呢，其實即很老實說都是上大陸開心的，即很多人，很多人都是如果不用考慮醫療的問題，其實都是上大陸住開心。究竟是不是即现在这些政策专登都是 推所有人上去大陆，等他们自己那班人剩下在这里就说了事，其他人就不用生存，其他人的死活就不顾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那我就不知道。没办法的，有些事情，Vincent 巴洛拉就说想巩固壮大整个利益集团，喂喂喂。而家仲有求必應啊！即係有一班本來有權力嘅人可以把關嘅，佢係有求必應對嗰啲人。咁如果係有求必應嘅話，咁其他人就好慘噶啦。大家睇到嗱，咁強盛就話香港而家要防啲極左嘅人士，多啲中間偏左嘅人出嚟。但係佢哋只不過係形左實右，佢哋呢班人係佢做嘅嘢咧，就全部都好似話係為中國共產黨啊，為國家，但係咧，佢哋實際嘅行動咧，就係令到普通老百姓咧都好心寒嘅。有啲嘢可以立法會不即係冇約束力動議啊，即係呢個唔係不約束力，係冇約束力動議之前嗰個叫做，佢就話輸入外勞，九成嘅議員支持，政府響一聲即刻板板聲入去，板板聲去罵。其实那一单嘢已经令到很多人觉得很大镬，不过冇人敢出声，因为觉得唉都冇办法，唔关我事，嗰啲行业唔关我事。但系即系关事嗰啲人咧，又觉得出声啊会唔会濑嘢噶？咁而家结果咧就系好 Q 大镬。嗱咁，的丁就话政棍为自己利益，佢哋除咗为自己之外，佢后边当然有其他利益啦，而且。他们那班人呢是不理那个观感的，那些人的观感。譬如即我举个例子，即是科学园那里他有条友呢就是在红山半岛那里僭建的。现在媒体你看报道是其实很少的，是少到不得了，可能报一两天报了。即是现在你看到个社会呢开始呢就是特权分子。他是真的有特权，而且他不介意给你看到是有特权。其实我都数到实讲，香港一向都不是一个很公道的地方来的。即是有钱的人呢他得到的东西会多很多的，香港是这样的。但是你说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。但是资本主义都要讲，即有些东西要公正一点。即是你不能够给一个阶层的人，他们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些是不行的。孙坤就说只是得到一些躺平吃福利的人，政府公务员吃老本的老人，
其實你而家咁樣搞呢，即係好老實講，而家繼續咁樣搞呢，個方向呢就係會搞到呢個社會冇晒動力。唔好同我講話，而家係培育人才啊，乜乜乜乜，你長遠嘅人才計劃你都冇嘅。其實嗰個施政報告唔會有咩長遠計劃，佢哋因為好簡單，佢做5年啫，佢係非常短視，長遠發展係唔理嘅。同埋而家佢哋個大條道理嘅話，搞23條呢，就係為咗香港長遠發展、長治久安做呢個決定。咁如果真係可以做完呢鑊嘢，真係香港係會好嘅，一定係躬身支持嘅。但係其實大家心中有數，做每一次呢啲咁嘅立法呢，都係有一個好沉重嘅代價，因為香港嗰個產業嘅本質呢，就係以金融為主。咁好啦，你用呢啲咁嘅嘢去加料，層層加碼，唔係話唔支持你啲立法，而係嗰個代價，其實大家承唔承擔得到，同埋究竟係乜嘢人承擔呢啲代價？如果係你哋班有錢權貴階層承擔翻呢啲代價，我覺得冇所謂。但係而家唔係，而家你哋嗰班人做完呢啲嘢之後呢，就將個代價呢就轉移俾一般人、普通人啊。諗極端 PayPal 思考完就話，而家已經做到出面，以前有對家制衡呢就冇咁過分。其實佢哋不嬲嗰啲明星都唔好啊，同埋佢哋做好 Q 多嘢都係自肥。而家呢就冇制約咁樣自肥，你話可以幾大鑊呢？嗱，咁Wing Hong 呢就留咗言，佢話施政報告措施多，財金官員令赤字擴大。嗱，即係咁講，做多啲真係有效嘅措施令赤字擴大呢，我係覺得冇問題嘅。如果你做啲嘢係可以幫到香港長遠嘅發展，真係幫到長遠嘅發展，我覺得冇問題。但係唔係咁 Q 樣啊嘛，即係其實你睇下個實際情況就知㗎啦。即係而家有好多嘢攞咗出嚟，其實係唔妥嘅。嗱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我講到呢度，休息一陣，翻嚟又講當年今日，休息一陣。